柔沙包满满内馅，一旁经典萝卜糕。港点品牌天好运连续11年获得米其林一星肯定。以往在店内用餐都得大排长龙，如今受到疫情影响，民众减少出门，业绩掉了超过40%。魏图为出奇招，有业者打造这种冷冻包装，不管是经典的萝卜糕、烧麦，甚至是流沙包，一组总共有5种料理可以选择，让你在家也能享用米其林美食。标榜加热后口味还原度高，独步全球，成为米其林餐厅第一个推出冷冻包。看上的就是防疫宅商机，首波限量3000组，预购卖了90%，弥补业绩损失。跟上这一波的疫情，大家的一个用餐习惯的改变。那目前来讲的话，这一块，如果3000组如果能够如期的话达成的话，对我们的业绩的影响来讲的话，就是会增加个30%。除了推冷冻，合一集团旗下餐厅在店内也有防疫 SOP， 基本的消毒之外，安排棋盘式入座，更推出振兴券，消费500元送150元。而另一个在台代理米其林餐厅的好事盟集团，旗下肉跟祥云龙吟则将桌间距离拉大，但没有跟进冷冻包计划。但如果像其他的米其林的餐厅，如果它是跟时间赛跑的，跟温度赛跑的，因为它要就口的时间都有一定精准的温度的计算，如果它还外带的话，其实基本上是无法成型。维持口感就是要努力维护宅心餐厅声誉跟招牌，但因应疫情影响，米其林指南的主办方已经宣布今年度的选拔确定延到第3季。肺炎疫情持续延烧，不止整个餐饮业灾情惨重，就连米其林星光也黯然失色。山宣许志雄，毛翔台报道。